欢迎田馥甄。你干嘛？你可以出来了，大家等着你呢。好，在这儿拍也蛮有 feel 的。好，欢迎回家。来，目前为止我们也听了一些歌曲，相信大家也都非常有印象，而且也觉得哇哦，果然是这个细火慢炖啊，等待是值得的，因为真的等了非常的久。好，各种的配置，然后呢，这个颜色很鲜明，很利落，很通透，这也是这一次田馥甄在整个视觉的。人间烟火其实就是在说。就是人生也像烟火一样稍纵即逝，所以我珍惜每一颗烟火，不管是一本书、一杯好的饮品、或者是一部好的电影，或者是一句好的话，我都大量的吞食它，甚至一块好的肉上的好肉，我也会很认真的去享受它，很珍惜它，也很感谢它。 OK， 确定吗？因为人间烟火我们可能会想到的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女女神田馥甄啊。对，你是吞肉的吗？没有，我回到家之后我就是先静静的点一支线香、对吗？你是吃香灰的吗？我念一点心经然后我看看书听听音乐、我都不食人间烟火。对对对，个屁。对的。哦，好直白。 OK， 对的，视觉上面呢也是非常的重要。这一次的田馥甄，我们知道他到斯洛伐克是，这样是不是不礼貌？纠正你，还是将错就错会比较，我觉得超棒，比较得体。不会，都 OK。斯洛伐克，好，斯洛伐克。你知道吗？人间烟火这首歌歌词好像很自由。人间烟火在香港，If Plus 演唱会第一场的时候，我有唱。对，歌词真的是。就是其实人间烟火其实它的歌词啊跟那个曲风的节奏感就是我所追求的。当初在设定这首歌，在邀这首歌的时候，我就希望它是一个不断前行的，就像日子一样不断的往前走，不断的没有回头的机会。所以那个歌词也是没有回头的机会，你唱错一个字你就没有办法回头了，就错，但是也可以继续往下走，就像人生一样。所以我有挑战过，我有挑战成功，所以就是对，我挑战过，因为他有一次一场，然后什么，对，一杯什么，一盘什么，温暖我，就是要很努力的挤，再搭配你的灵魂伴侣替自己，就可以完整的演出。跟你从那个日常做切入，那有一些网友甚至比较可爱粉丝就说，会不会有洗澡片的例子出现？那你怎么回答？会不会有什么洗澡片？My daddy， 洗澡片。我尺度现在还没有到那么宽，但是还是可以期待。那帮口洗澡的。好，我故意不讲出来，留着到时候洗澡片就这么办。因为你的歌迷很想当你的地毯啊，那你喝醉了就会躺在地毯上。对啊，真的是有的时候不小心太开心了，过量，然后又过劳的状态之下，然后醒来的时候就眼睛一看地板。为什么我躺在粉红色的东西上面？我以为我在床上，我睡着了。我床单不是粉红色的，我为什么在粉红色的东西上？这是哪里？然后一坐起来，哦，这客厅。原来我倒在地板上。天哪，你竟然还有粉红色这种东西哦？对啊，这很 man。我总是会有很多东西让大家意想不到的。对啊，粉红色，该不会是 Hello Kitty？ 没有啦，吓坏我了，有流口水吗？没有。但也有可能是被吸干了，我不知道。